三節開始，由中班開波。球落在丙手上，同時俾高文。哎，哇！三巨頭嘅表現，哎。所以話咧，其實外班呢三巨頭咧，真係不容忽視啊！估唔到可以對住咁強勁嘅 A 班都可以有咁飆升嘅表現。又再次一個籃板，其實推起哎呀一個 back pass。其實咧，咩叫三巨頭啊？邊三巨頭？其實今年啊 NBA Finals 入邊咧，就熱火有三巨頭，咁就係講緊。火隊入邊咧最強勁嗰三位球員啦，咁相信大家都認識嘅。係。咁今次喺比賽入邊咧，大家都歡迎咧，都記得同埋温木咧都係翻嘅三位球員。哦。咁之類嘅球員，所以咧有。加油！愛德，加油！我睇到出。係。愛德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18-37，外班領先啊！我進班真係要調整一下佢哋。哎，有個犯規。29號。29號有中學同學有個犯規，然後累積到三個防犯規。好，球落低，飛拎手上，傳翻出嚟俾。胡俊熙射波唔入，一個防守籃板射俾丁軒，哎呀哇，衝擊好大啊！籃球熱身緊啊！我先快啲睇下丁軒，係咪？陣要走啦！二二走，係啦，二海路前跑，一號，二邊走，二邊走，二邊走啦！得唔得？Kicking, right?
非常高。
幫助揾一揾我。兄弟喎，